Hey, big family, I'm Jonathan. You are watching The Soundstage, and we're continuing our series here in Xi'an. Now, today we've brought you to Guangquan Club, which happens to be the location in a few days from now of this point at shooting of the Soundstage Music Festival here in Xi'an. But first, we're going to take you underground, quite literally actually, and introduce you to a band called Shuyen that will be performing at the festival. Let's go.他就像用自己眼睛，然后慢慢去看这个世界的一些潮起潮落，然后人情世故，他也不去评论或者咋。人生才不算遗憾，能够有你真正想要的生活。但真正想要的生活
其实每个人自己有他内心的一些想法，我觉得真正生活是应该自己去靠自己创造。你别说一个人他穿玩摇滚，你穿的有多朋克，然后或者戴穿上皮衣戴上铆钉，那就是摇滚。但我觉得那都是形式上的东西，我觉得真正能打动人内心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不是靠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就简单几个音符，它就能敲击你内心的最柔弱或者是最敏感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音乐就是好音乐。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能够给大家传达一种对生活积极向上，因为摇滚我觉得并不是真的给人，因为在中国大家对摇滚的定义就是那种很地下很颓废或者啥啥啥，因为父母从小就教育嘛，说你千万别要去跟那些玩摇滚的人在一块儿，你看抽着烟留大长发，那跟痞子一样。我们也想渐渐改变这种大家对摇滚这种看法。像西安现在摇滚氛围我觉得渐渐是一个进入好的状态，因为现在国内渐渐多音乐节渐渐兴起来了，有国内有举办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节，有很多摇滚艺人，就流行歌手也好，摇滚乐队也好，都能够上这个舞台表演，让大家能够接触不同音乐的类型。然后我觉得另一个好处就是，你看像西安现在渐渐兴起来的一些大学生自己办的音乐节，我觉得这个好事儿，因为这可以让更多的一些年轻乐队就能够有机会演自己的作品，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这些新兴乐队或者是校园乐队的一些音乐好坏。我就感觉是我们四个人每一个人态度都非常积极，然后在努力的做着自己的手上的事情，脚踏实地，所以才能做出一点样子出来。我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坚持下去，然后继续这样做。并不是需要看多高的梦想多大的理想，然后就是脚踏实地做好下一件事就可以。我们的性格可能会影响到就是我们写出来的歌可能更多一点吧，因为本身我来说我比较就是在台上的时候我比较害羞，然后就是不是很能放开，然后但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想要让人们感受到我们不是说需要在台上去呈现给人们一张视觉上的东西，我们想要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写出来的歌能让人们从内心里面感受到一种共鸣，然后从而就对我们的认可啊种种东西，所以可能看上去我们就是现在这样一种状态。说的挺好。